加州拟课征销售税，亚马逊不服。多年来，美国消费者可用线上购物的方式，比如说上亚马逊网站，避免付该州的销售税。实体商店很难竞争，好比最近整个 Borders 书店集团倒闭。然而，全球经济大恐慌后，加州如今濒临破产危机。州长布朗打算也要课征亚马逊和其他网络商店销售税。亚马逊总裁贝索说，每州税率不同，要亚马逊负责征收太麻烦。然抗议无效，他便终结了亚马逊在加州的联营计划。贝索下一步打算提出选票议案，让加州选民决定要不要继续利用线上购物逃税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